坚持不睡的等候，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。偶像冠军朱丽静用歌声唱出《洗温泉》是往年享受的一个休闲活动。当时嘛，为2021年南投温泉季爱漫玩普里知性之旅热烈的开幕。南投县四大温泉区烧烫烫，等你来体验。咱南投县啊有四大个温泉区，就是玻璃温泉、国姓温泉、东埔温泉、罗山温泉。啊，这四个温泉区啊，也温泉水啊，也当讲都是碳酸氢钠，而且品质相当的好，温度也很高，也当讲是号称天下第一泉，就是在我们南投。汤的美名同人知，水一好，气候又够舒适，吸引着游客伫天气还袂讲真寒时阵，就来洗温泉，将心情放好轻松，享受一个悠闲的假日。真好啊，真清澈啊，啊，算讲卫生足好个啊，啊，敢那这品质真好啊，哎。阿爸想要过来的。袂，袂，我来不是来在泡汤。因为普里有美人汤之称啊，所以我和我妈妈都会定期来这里泡汤。业者为着要提供游客更加好的洗温泉品质，温泉池内底都有18设施，可能将目睭揢起来，好好来享受。而洗完温泉边啊，就是内溪窟啦，优美的风景，提醒民众唔通着急离开，会当顺续欣赏南投县的美丽风光。不只是这样，咱这四个温泉区啊，就是在这个风光明媚、山明水秀的所在，四面环山，尤其咱的玻璃啊，是全国产花最多的地方，所以山也是气候温和，水质最棒哦，啊，温泉也是最好。啊，花最多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呢，可以说是，花之汤了哈。轻松快乐中东肚皮舞表演，亮尽着南投人的热情，欢迎全国各地民众来到南投四大温泉区洗温泉、吃美食，度过一个寒冷的冬天。记者家己采访报道。